嗯，有感应啊，自己就自动行啦。佢又自动停嘅，啊，有人嚟啦，咁就感动啊，感应就行啦。都是在电梯，因为它不是太多人的时候，它就一段时间它就停在这里了，现在就停了。当它有人的时候会继续动，但这间动就感应到动了，这个是动的。OK， 我哋一阵间继续去行其他地方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咧，因为我哋即系已经熟咗噶啦，就唔需要佢哋送机送到嚟呢度啦。咁啊，前年系佢哋送机送到嚟呢度嘅，啊，送机送到呢度嘅。咁今年我哋咧就即系唔使佢咁辛苦揸三个几钟头机送我哋机啦。啊，咁我哋就自己嚟到机场啦，而家等候。已經係而家係兩點，差啲兩點搭半啦。咁我哋成六點鐘機嚇，咁我哋喺度附近行下，晏啲先係去呢個入閘啦，係嘛 ？check in 入閘啦，晏啲先啦。OK， 我哋繼續行。呢啲係空中啊，呢啲服務員。嗰個咧，呢啲都唔係空姐嚟嘅，呢啲馬拉服裝啊。穿曬制服嘅，係空姐，就係空姐。好，我哋一齐唞唞。唉，两点四十三分啊！我哋喺度唞唞先嚟入闸。
是3:43，我自己入去拍嘢。花園，咁啊，機場入邊一個花園。我整個人工瀑布，睇樹啦。兩邊好細啫，好啦，咁啊呢邊冇咩睇啦。